因为佛教的这个哲学的发展非常的深入，就围绕着如何把世界解释为虚幻的，围绕着如何把自我理解为虚幻的，发展出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佛家的宗派，而每一种佛家的宗派都是一种空的道理，对吧？那好了，这个系统的把世界讲空了。那么既然是系统的把世界讲空了，我们一切都不执着了。那我问你，那接下来的问题，笑是不是一种执着？当然是啊，我干嘛要笑啊？所以出家。忠是不是一种执着？仁爱是不是执着？全都是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那人生怎么办？但这里有个麻烦，其实佛教的这个发展里面有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从小乘过渡到大乘啊？因为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慈悲。慈悲不是执着吗？对吧？原初佛教里面推动小乘到大乘发展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是什么？是释迦牟尼悟道以后三次传法。于是在早期佛教当中就形成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传法？这个问题那个点在哪儿？你们能知道吗？为什么要传法？对吧？你如果已经彻底觉悟了，你跟众生没关系了，你已经解脱了，那你干嘛要传法？如果你没有彻底觉悟，那请问你传的是什么法？于是推出了大乘佛教那个菩萨信仰。其实菩萨在佛教里面是具备了一切解脱的条件，但拒绝解脱，因为内心中有放不下的慈悲。所以近代佛教后来的那个发展越来越入世，越来越人间佛教，越来越跟我们儒家合流， 就很大很大程度上在这儿。这个当然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在这个唐宋时期，这个佛教对整个理性生活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光经济问题影响就非常非常大。经济问题首先就是劳动力，本来劳动力就短缺，你弄一大堆人出了家了，出了家之后还得别人来供养你，而且你还得占据这个名山大川、良田美地，那怎么可以啊？所以历代你注意，不是随便就能出家的，出家都得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许出家。为什么呀？不能都出家了，都出家谁种地呀？所以韩愈在《原道》里就讲，古代四民农一个阶层养其他所有阶层，现在再加上两个僧和道，这还得了？经济生活怎么办？而且还有一点，你不从事生产也就算了，你还遗留了一大堆社会问题，对不对？你说你出了家了，既不从事物的再生产，也不从事人的再生产，要都像你这个样子，那一代那就都解脱了，对吧？人类就不存在了，那怎么可以啊？所以回到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当时很严重。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佛教啊，造像，它有一个造像的传统。那个造像呢，普遍是用铜，而中国历代由于经济总量过大，历代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货币严重不足，货币供应严重不足。而货币是用什么造的？货币是用铜造的。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宋太祖
这个得了天下以后，第一个月的诏书当中，我那时候看翻全宋文，我注意到宋太祖第一个月的诏书里面就有一道诏书说，严禁用铜造佛像和道像，不能再造了，再造就更没钱了。隔了俩月又一道诏书说，已经造好的就不要毁了。你就知道前一道诏书的后果呢，就是马上那个回炉了啊，就这个样子。所以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那个背景很复杂。所以回到这儿来，那你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这个是大麻烦。所以你看二程当时在批评佛教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说，佛教与道是有所见的，但你这个见就是个独善，就是个独善其身。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普遍化，你一旦把这种生活方式普遍化了，那么整个人伦就不存在了，整个人类文明就不存在了，人类社会就没有办法延续了。你不能把不可普遍化的道理，不可普遍化的生活道路加以普遍化。所以这是我们说佛教所带来的这个虚无主义世界观的这个影响。前年我上四书精读的时候，下课有一小孩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读《论语》怎么没感觉呢？我问他说，你读了几遍？他说我读了一遍。我说你读一遍就想有感觉，你天分比我高很多吗？像《论语》这样的书放在手边不断去把玩，所以真正的成长，一个是我说的刚才说的态度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字，熟。只要熟啊，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就好，无他，手熟耳。那么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关于这个怎么面对这样的经典，我希望你们首先就是拿出你们的时间来。我也知道你们都非常非常的忙啊，你们一学期可能有十门课或者十几门课啊，你们又要学这个双学位那个双学位，也不知你们怎么用那么高的热情，是吧？这个好像你学了双学位，你谋职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机会一样，仿佛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你这个，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学期下来，有个四五门课，我们都已经连滚带爬了，对吧？这个你想，那个流体力学这种，有一门，都死的心都肉了，是吧？你看那些巨大的，看那些这个甚至巨长无比的公式，你还都得记下来，啊！当然不去管它，就是说你，当然你非常非常忙，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还是要知道轻重啊，就是哪些东西对你的未来的生命会有更重要的意义啊，你要搞清楚。所以我希望你们要对得起这门课，好吧？虽然我们是买二送一，是吧？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是两学分的啊，很抱歉啊，那个讨论课不算学分啊，但是算分数啊，所以就有点残酷。但是这两个学分，我希望它的质地会不太一样啊。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我在浙大，我以前浙大学理工的，我电厂热能动力出来的，那个专业原来叫工程热物理。我就因为看的是工程热物理，我当时就是因为考不进物理系，我但凡要考进物理系，我就不学哲学了。我原来的梦想是科学家，我到现在我儿子初中的那个几何证明题。他不拿来就算了，只要拿来，我老天，我那个两眼放光，然后就开始立刻冲进去，就开始证明了。到现在还在努力干这事儿。对，结果一去看锅炉工程热物理，实际上是锅炉和汽轮机，我这跟我的人生梦想完全不一样。最后算了吧，就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在浙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八十年代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实际上是非常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由于自由，他就整个学校的氛围就特别重要，你身边的人就特别重要。所谓名校，就是身边，一个是学校有传统，校园有氛围，另外一点是什么？身边的学生都是高手。你就跟这些朋友们在一块聊的时候，你都闲不下来，然后有了时间，你就在最困顿最无聊的时候，因为我在浙大是经历过极度的困顿和无聊的，人生根本没有方向，曾经想找一个电厂了此一生的，
做一个电厂工程师就算了，一度天天读闲书，读什么弗洛伊德呀，什么阿德勒呀，对不对？我到现在还会一些简单的精神分析书，那时候天天给同学做精神分析，全干这个，极度苦闷，极度苦闷，直到遇到了庄子，直到读到了庄子，开始找到人生方向，就很简单。那个时候就是说，你极度困顿的时候，你一个有人生期许的人，你一定会要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留空也重要。所以我多年都在讲，教育里也要留白，给孩子自由阅读的空间。当然我们有一个焦虑是，万一给了你自由，你去打电子游戏怎么办呢？我们还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他打到电子游戏打到穷极无聊之时，一定会回来读书的。一定会回来读书，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说讲这个道理啊，所以留白的智慧，你在看万物生长的时候，你只要有人的欲望掺杂于其中，这个万物生长的过程就会被改变，而且一旦被改变，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这个事物本身的品质的败坏。最简单的，生过那个豆芽吧，生过豆芽吧，你比方说这个绿豆芽特好生啊，当然我也不会啊，黄豆芽呢就特别难生。我妈生黄豆芽水平特别高，但是呢，你现在到外面去买那绿豆芽、那黄豆芽，你吃着就没个豆芽的味儿，对吧？你们现在吃肉，天天都吃肉，其实你们根本就没吃过真正的肉。现在很多小孩子根本就没吃过真正的肉，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吧，基本都是吃过真正的肉的。我们小的时候吃肉太香了，那个肉就是在无欲的状态下，让它客观的，你客观的冷静的，不着急的，让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长，那个肉才是肉。所以你现在吃的肉，你确定它是肉吗？对吧？你现在吃的苹果，那确定是苹果吗？老天，我就想我小的，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那苹果，我再也找不到吃不到当年那个苹果了。当年我们吃那苹果就这么小的一个的，叫国光苹果。哎呦，那个香啊，再也没吃到过了，没有。现在的苹果放在家里，我们家里放果篮四五个，没人碰，一放大夏天，我家有一篮这个苹果放了三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终于有一个苹果有了一点烂的意思，你知道每天你吃的是什么。所以你无欲，你才能观万物自然之生，否则你都是对万物的自然之生的破坏，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对待自然的一个基本态度，常无欲以观其妙，这样才能观万物之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文明很就是这个伟大的智慧。我现在读中国经典，我现在越来越不能读，一读就每次读来都生欢喜赞叹之感，常常感慨说这道理它是怎么得到的，这伟大的道理它是怎么得出来的。老子跟庄子之间思想气质比较接近，比较一致，这其实是错误观念，这是错误的印象，这个错误的印象老庄放在一块儿讲，这是非常晚才出现的事情，这是要在东汉。老子到庄子之间是没有任何传承的，而且庄子的核心概念、核心问题根本就不是老子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老子，我个人认为总体上就是消极的，庄子不是。庄子实际上他整个的生活指向的是一个否定的自主性，否定的自主性。这个否定的自主性其实就是指向，就简单，什么叫否定的自主性？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把自己活成一个布。我同学可能觉得说，那你这不成了杠精了吗？不是，你注意，所有伟大人格，所有君子人格都里面都体现出否定性的自主性。孟子大丈夫，孟子大丈夫章不就三个不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庄子大宗师第一章，庄子大宗师的，对，第一章，第一章里面讲古之真人，啊，不逆寡，啊，这个不谋事，不雄成，三个不，否定性的自主空间，否定性的自主性。什么叫否定性的自主性？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你一定要做什么。没有人有这样的自主性，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谁都做不到。你一定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一定不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这是可以无条件达到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自主和自由的。你不得不是自主，你哪怕是一个奴隶，你内在的那个否定性的自主性仍然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庄子的哲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命定的必然性的是自主和自由的。自主就是自由，自由的本质其实最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这个误解自由。现在这个自由你放到黑格尔呢，在黑格尔哲学里都不能成立。什么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自由就是我想去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想到哪儿地方生活就到哪个地方生活，这是自由的一个派生意。自由的真正意思，哲学的根本的意思，是自己决定自己。我们现在不又来劲了吗？又改造一基因了，又冷冻了，对吧？这个冷冻了之后再缓过来，对不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很荒谬，你说总长度又不增加，然后一年醒一天，然后再冻上，然后再缓过来，缓时间长了能行吗？要让我选，我肯定不选。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爱的人也不在了，爱我的人也不在了，也没人在意你了，你也不在意别人了，你活着干嘛呢？对不对？而且万一你冻在那儿被人断了电怎么办？对吧？就很好玩，就是这都奇怪啊，这都永生，然后又改造基因又怎么着了啊？那个永生的梦随着科技的那个理性的极度的膨胀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好了，所以实际上那个精神啊跟道教那个劲儿是一样的，于是就各种金丹烧炼，烧了之后呢，金丹服下去，矿物质在一块加热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里面常常包含大毒，比如烧吧烧吧就产生出三氧化二砷，著名的砒霜，然后吃进去之后这个七窍流血嘛，然后那个道士就说这不是死，这叫尸解，就古代的这所谓尸解仙啊，这个不多说了。道教的实践非常荒谬，到内丹学以后它开始有了一点变化，就到了宋代，我们会发现宋代整体精神都是高度理性的，连道教内部的发展都开始转入到高度理性，就是金丹的南宗张伯端为代表的，是吧？张伯端一直传到白玉禅，这是金丹南宗。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全真教被称为金丹北宗，金丹南宗和金丹北宗不是一回事儿，他们之间对内丹的理解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这当然我没法，我不能再沿着这个脉络走了哈。这个金丹那么这个金丹，但是他整个那个到了内丹学的时候，你注意，他更多的是心性修养，这一点跟居然跟儒家的这个发展。理学的道学的发展完全是同步的，啊，这个当然不去管它了。那么在唐代的时候服食金丹非常流行，那么它的实践的确是荒谬的，但是它的问题是真实，那个哲学问题是真实。因为中国哲学家认为世界是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的，既然没有开端没有终结，
那就意味着时间是无限的。如果时间是无限的，人只要终有一死，甭管你活多长，其实都等于零，对吧？你哪怕活一千年，你相比于无限时间，不就等于零吗？所以由此带来的那个深刻的对人生的怀疑，那人生的无意义的感受和真正的那个虚无感，从道教当中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道教的核心问题就是永生的问题，永生。所以大家注意，道教不在中国文明史上，它不是没有意义的。道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源首，中国古代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是根源于道教的，比如黑火药的发明绝对是炼丹的产物，因为炼丹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放在一块加热，是吧？这加热之后硝黄硫石放在一块加热，崩爆了，那又爆了，嗯，然后就啊，这个火药就出来了。还有瓷器，我们国家陶是普遍的，只要开始用火，陶就很快就会发明，因为火旁边那个地啊，那个泥啊，一定是会被烧硬的，所以陶是普遍的，但是瓷不是普遍的。陶要转化为瓷，要持续1300度以上的高温，1000多年前持续1300度以上的高温，只有什么冲动才能让人们去追求这个高温？只有永生的冲动，追求永生的冲动。所以道教啊，那个劲儿非常像我们今天自然科学。那我们现在不又来劲了吗？又改造一基因了，又冷冻了，对吧？这个冷冻了之后再缓过来，对不对？哎，其实我一直觉得很荒谬，嗯。你说总长度又不增加，然后一年醒一天，然后再冻上，然后再缓过来，缓时间长了能行吗？要让我选，我肯定不选。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爱的人也不在了，爱我的人也不在了，也没人在意你了，你也不在意别人了，你活着干嘛呢？对不对？而且万一你冻在那儿被人断了电怎么办？对吧？就很好玩，就是这个就奇怪啊，这都永生，然后又改造基因又怎么着了啊？那个永生的梦随着科技的那个理性的极度的膨胀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好了，所以实际上那个精神啊跟道教那个劲儿是一样的，于是就各种金丹烧炼，烧了之后呢，金丹服下去，矿物质在一块加热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里面常常包含大毒，比如烧吧烧吧就产生出三氧化二砷，就是著名的砒霜，嗯，然后吃进去之后这个七窍流血嘛，然后那个道士就说，嗯，这不是死，这叫师姐，就古代的就所谓师姐仙啊，这个不多说了。道教的实践非常荒谬，到内丹学以后它开始有了一点变化，就到了宋代，我们会发现宋代整体精神都是高度理性的，连道教内部的发展都开始转入到高度理性，就是金丹的南宗张伯端为代表的，是吧？张伯端一直传到白玉禅，这是金丹南宗。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全真教被称为金丹北宗，金丹南宗和金丹北宗不是一回事儿，他们之间对内丹的理解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这当然我没法，我不能再沿着这个脉络走了哈。这个金丹那么这个金丹，但是他整个那个到了内丹学的时候，你注意，他更多的是心性修养，这一点居然跟儒家的这个发展，理学的道学的发展完全是同步的，啊，这个当然不去管它了。那么在唐代的时候服食金丹非常流行，那么
他的实践的确是荒谬的，但是他的问题是真实，那个哲学问题是真实。因为中国哲学家认为世界是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的，既然没有开端没有终结，那就意味着时间是无限的。如果时间是无限的，人只要终有一死，甭管你活多长，其实都等于零，对吧？你哪怕活一千年，你相比于无限时间不就等于零吗？所以由此带来的那个深刻的对人生的怀疑，那人生的无意义的感受和真正的那个虚无感，从道教当中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文明对话是可能的，但是文明对话的可能要看是在什么样的文明之间发生的，对吧？我们看科幻片，对吧？我其实喜欢看电影，各种的电影我喜欢看，比如我喜欢看恐怖片啊，当然最近已经很久没看了什么好的，对吧？然后喜欢看科幻片，对吧？这科幻电影挺好看的呀，但是你注意，这个外星人呢，当然不是哪种外星人都能够接受，有的外星人呢，这个就是以毁灭我们为目的，这个在某种意义上，那么对于这种外星人，你说你怎么对话？那么你对话的这种方法只有一种方法，没有对话，只有对抗。只有通过血与火的斗争，要么赢得我们自己的生存，要么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存，如此而已。那么，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文明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对象？那么，在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文明对象的时候，文明的对话或大文明的对话还可能？这么多年的文明对话，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什么？这么多年的文明对话，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被改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自己的文明根基何在？我们自己的文明的这个主体性，我们文化的主体性，所以文明的对话，对话只能发生在彼此都有分寸感的文明之间。这个用我的常用的一个概念讲，知止的文明之间，对于不知止的文明，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对话。对于那个始终要把自己的这个文明的某些特殊的价值观强调为普世性价值观的这样一种文明，可能我们更多的要采取对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的判断可能错，我希望我错，但是看起来好像我老怀疑错的可能性不大，就是可能未来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的时期，我们的基本的主题还是一个主题，中期主义啊，中期主义，在面对那样一个不知止的文明，可能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告诉他们边界何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话，我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到德国去开会，那个会议的主题就是一个是要跨越边境，那个会议的主题跟这个翻译有关，他讲翻译要去跨越边境，跟我的这个意识完全不一样，认为第一，文明之间如果向彼此保护，文明之间如果彼此尊重，那么有些边界就不能跨越，总要有些边界，那么对话的方式一定是两个文明主体之间的对话，而且是两个讲道理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只有这种情况下才能对话，彼此支持，彼此知道对方的分寸，彼此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停下来，这个情况下才有可能有对话。而如果其中某一个文明是不支持的，某一个文明是没有分寸的，比如据我判断基督教，这是我非常非常反感的。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整个基督教的文明就没有让人感觉到它哪个地方可以就不可以染指，它哪有哪一个地方不可以染指，所有的地方都要染指。比如这个去年这个12月份的时候，到了年底，然后出现了一个大事，就是当然这个看起来也没那么大，对吧？居然有传言说天主教组织，啊，不知道什么样的组织要在区建一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其高度仅次于梵蒂冈。这个大教堂能容纳多少人呢？能容纳3000人，不多不少，正好3000在曲阜。这3000什么意思呢？叫板啊，对不对？是不是把孔子3000弟子都变成你的呀？啊，只有这样才行。那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当然引申了国内的这个儒学研究，以儒学研究为主体。
为这个基本的自己的专业，以及以儒家为信念的，或者广义的以中国文化为信念的这样一个学者群体的这样一个反弹。结果我们听到的声音，另外一个声音就说：“你们怎么不宽容啊？你们难道宽容都没有了吗？你们儒家不讲宽容的吗？”当时在很多地方都讲，宽容是要宽容，关键是谁宽容谁，对不对？这个宽容是要讲的。说我现在说，我现在这个国家领导人很宽容，宽容得着吗？我，对不对？到底谁宽容谁？所以在这个地方回到这儿来就不用了。所以我就说，面对一个不知识的文明的时候，面对一个要把自己的特殊性的这个价值，甚至只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某种特殊性，就是今天讲的所有的那些西方文明现在强调为普世价值的东西，你去看看西方文明本身，它也仅仅是在西方文明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面，居然这种价值要去吞没整个世界，要去吞没所有西方文明。面对这样的文明，你该怎么办？还对话吗？怎么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对话的前提是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接受他们留给你的圆桌。你要坐在他们留给你的基本的桌面上，以他们留给你的基本的一些前提，你必须接受这些前提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所谓的对话。对话就变成了什么呢？对话就变成了弱者在强者面前喃喃低语式的自我辩解。这是我们这几年不断的在对话的，在做的一件基本的事情。我们不断的在说，看我们跟你们一样啊，你看你们，我们讲人，你看你们讲国外，我们跟你们一样啊，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干嘛让人去让别人接受我？我们干嘛不先接受自己？对，我们现在很奇怪啊，这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文化的自信力，怎么到今天为止还是难以恢复？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独立的，我们经过了血与火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怎么我们文化反而到今天没有了主体性？我们怎么不断的要去辩解什么？所以我基本态度，在一个不太可能发生，在两个不太可能发生对话的文明之间，我觉得有的时候对话的冲动要保持警惕。有的时候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渴求被别人理解；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渴求被别人理解，我们不得不去放弃我们自己的东西。渴求被理解本身就非常危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只能坚持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对话的这种可能性，它的危险，在我看来，真正的对话一定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而且通过对话，并不是对话的目标，并不是以消除其中一个主体为目的，而是在对话的过程中，两个主体双方都因对话而丰富了自己，并且更加明确了自己，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只有这样才叫对话，否则那不叫对话。那么从治国的角度上讲，无也是重要的。那个无是什么呢？到治国这个角度，无是什么？无是什么？无为，这点特别关键。无为，简单的说就是君主和群臣的关系。无为不是大家都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而大家注意，君之无为，恰恰是臣之有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所以君主在道家的这个政治理想里面，君主得是那个使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这其实是无为而治的根本。所以一个好的领导啊，按照老子和也往下延续的韩非子的这个理想，那里面韩非子有一段话说特别好，叫不自用其智而用人之智，不自用其力而用人之力，不自用其勇而用人之勇。哎，这是道家的这个无为精神在治理方面的作用。那么当然，道家的这个思想，老子的思想啊，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会发现都很有道理，但老子思想有一个大的漏洞，有一个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在哪儿呢？老子的思想最大的麻烦就在于，第一，老子是肯定权威秩序的，所以在老子那儿没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所以老子一讲话，侯王若能守之，
当然不是那个猴王啊，猴和王，猴王若能守之，都是讲王公猴王，他讲的这些东西。那么讲的也就是说，他要讲权力秩序、等级秩序的，他一定要讲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要有人群，就一定得有等级秩序。但这里面有几个麻烦：第一，等级秩序也根源于无，但是无就是没内容。那这样一个没内容的东西，怎么能够确立一个有的标准？听明白了吗？你也就是说，你从无当中推不出真正的有效的标准来，你谈不上标准。比方说，举个例子，官僚等级、官僚的或者权威的秩序，到底是分几层比较合理？对吗？我们现在多少层啊？我就不给你们数了吧。对，我也不是特别数得明白，这事我不太了解，对吧？那个钱穆先生有个讲法，钱穆先生说这个一个国家的治理啊，这个到钱穆先生这个讲法也不见得都对。我现在对钱穆先生很多东西我也表示怀疑，这个我也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对大师也不能盲目崇拜，虽然他确实是大师，这个是真，这个不是伪的啊。钱穆先生说呢，一个国家的这个官僚系统，如果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这个系统就有问题。如果管民的官多，管官的官少，这话挺绕的哈，这个治理一般都比较好。但这个问题是，如果你说老子能推出这个，但请问老子怎么推出来的？因为无，一切根源于这个无，一切是通过这个无来充分发挥作用的，而无就是不能有任何具体内容的。那么标准到底在哪儿？是三层对，还是五层对，还是十层对呢？到底多少层？权威等级应该到底应该分成多少层？没有个标准。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我说老子的进路叫以用政体，以用政体。老子的这个政治哲学只能通过用的有效性来证明体的合理性。老觉得这个我们脚下的土地啊，这个嫌弃它，就仿佛你真的会飞一样啊。我跟我母亲，因为我现在跟我母亲这个聊天，我母亲81了，我跟我母亲聊天能聊一整天。我妈是特别喜欢跟我聊天的，我特别会聊天。对，但我跟我妈聊，我没觉得不能聊，对吧？我妈这个小学毕业，一辈子是最好的小学老师，很好啊。有一天我跟我妈讲，我说妈，我这个你别看我念了这么多年书，啊，做了这么多年学问，我说我发现啊，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证明我小的时候您告诉我那道理都是对的，你说的全是对的。我越到这个年纪越发现你说全对的，只不过呢你不知道为什么是对的，我来把它证明啊，我把这称为叫带着天空的高度回归大地啊。就你飞不到天上去，你不要漠视，对吧？有的时候你聆听一下，比如我们常常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孟子跟告子之间的人性辩论第二组辩论讲的就这个，就这个俗语是根基在，其实就在孟子那儿，人往高处走，所以千途万径只有一个方向，向上。差别在于对上的内涵的理解不同，有的人以权力大为上，有的人以财富多为上，有的人以学识高为上。在某些特定的环境里面，人可以比着无耻，但是那都有一个向上，对吧？这就是倾向。所以这个地方我先简单这么说一下啊，就好像水的倾向向下一样。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孔子怎么讲这个问题啊。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论人性就这句话，如果我们仅限于《论语》的话，就这句话。
读《论语》有一个障碍，对中国人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它是你的一部分，它塑造了你，它不在你之外，你太近了，你这性相近习相远早就成顺口溜了。多伟大的，多伟大的这个哲学命题，多了不起的诗句，以这样的普及度都会失去美感。就好像我们今天，你说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到孔子这话有多伟大？你要知道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当然是伟大的哲学突破呀，《论语》里处处我认为都体现出伟大的哲学突破。在孔子之前从来没有人把道理说到这个高度。你把五经拿出来看一看吧，你看看尚书，你整个一本尚书看下来，你能从中体会到几分道理啊？所以为什么后来诸子以后以四书为核心而不是以五经为核心，对吧？那四书已经把五经的道理已经给你呈现出来了，《论孟》里面已经把这个道理呈现出来了，啊，不用你自己再到五经里慢慢的去寻找，对吧？去体会，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次强调，你读《论语》，你要知道，那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突破。这些年呢，我一直在纠结于一件事，就是如何面对普遍价值的问题，对吧？如果按照现在很多人的描述，就会描述成所谓中国文化特殊论，好像中国文化就不是普遍的，对吧？我最近的体会呢，我已经不大用比如中国文化特质、中国文化特性这种词了，我只讲中国文化的品格，我不讲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一件事，我们把普遍性的问题混淆了，我们至少混淆了三个层面的普遍，这也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三个层面的普遍，第一个层面的普遍是实际上已经普遍的，这个从文明道路角度上讲，还没有一种文明道路是实际上已经普遍的，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佛教，还是道教，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以儒道互补为核心的、为主干的这个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道路，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已经普遍的，你其实谈不到。那接着，应该普啊，可以普遍的。第二个层面是可以普遍的。这些文明，我们会发现，它的作为生活道路角度上讲，都是可以普遍的。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至少是一种可以普遍的文化。当然，第三个层面是应该普遍的。我现在想证明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应该普遍的道路。这种真正此世性格的，不用彼岸来干扰的，没有任何彼岸的虚构的，这样的生活，指向一切指向此世之饱满，建立在真正的理性和人本基础之上的对世界人生的思考，以此为根基所建立起来的价值秩序、道德生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整个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在我看来是可以普遍，而且应该普遍的。未来这个世界，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可能真的就是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愿意不愿意，它都这样。《文明的冲突》这本书最早翻译到国内的时候是引起了非常多的批评，很多人都从应然的角度来谈，但是人家亨廷顿只是在讲未来可能会怎样。其实亨廷顿这个书写得很早，到现在出版我看应该是已经是整整二十年，2006年前后就出版了。他的这个演讲应该，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002、2003年，
就是冷战刚刚结束。其实亨廷顿马上就意识到一点，这确实是个有远见的人。他马上意识到一点，意识形态作为战争的根源，作为斗争的根源，这事儿没有了。但是此后带来真正冲突的是什么？是文明的方式。所以几大一神教之间的斗争恐怕很麻烦。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希望，中国的文化是答案，因为我们没有人格神，所以那些有人格神信仰的在我们的文明里面都可以得到安顿。但是你注意，你是不可能被他所包容和安顿的。为什么？因为你是无神论者。其实你比异教徒还可怕，听懂了吧？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毫无愧疚的无神论者，哎呀，所以很麻烦。所以我很多年都在讲说，这个我们将来面对的一定是对来自于彼岸，以彼岸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麻烦，各种各样的干扰，会影响我们去追求我们此世之饱满和绚烂。那我们如何捍卫我们追求此世饱满的生活道路呢？这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和思考的。所以未来的冲突在我看来就是植物大战僵尸，对吧？我们在阳光之下过着此岸的生活，所以是植物。以彼岸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都是什么？所以每次看到植物大战僵尸的时候，都不禁想起未来世界的场景。但有一点我们得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得知道我们某一天我们要起来捍卫什么。我们得知道自己的文明的根基所在，我们得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这个最近我常常在讲说，当然我不具体点名字，我常常有人说杨老师你这个书怎么样啊，那个书怎么样啊，我常常就感慨说，如果这辈子就让我做成这样的学问的话，那我还不如留着去做锅炉算了啊，对吧？这种学问那你让我去做，那我还不如这辈子就去烧锅炉就好了，对吧？我做一个电厂的工程师，无论如何对国家人民是有贡献的，对吧？这个你要做一个人文的学者，你不去努力。所以我去年有一个场合，我说过一句话，那句话在网上传的时候呢，传得过分了。其实我说的是，把学术生活过得平庸是不可原谅的。我没有说非常不可原谅，是不可原谅的。这个生活是不可以过得平庸的，甚至不可以说你完全依靠现成的东西。特别是人文学术的研究，你是思想的历险，你必须开放式的来真正的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事情本身，而不是说我们是吧，这个按照一个套子写几篇文章就完了。那这样的生涯有什么必要啊？没什么必要，我觉得贡献非常有限。那最后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你就去体会这个逻辑。好，谢谢。就我们体会这个。讲到哪儿？看到咖啡之后就有点吓到了。就是线性的，线性的，而且是离散的，好吧？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你体会到就知道了。比方说，举个例子，你说房子做的有多大，但是房子大一点当然好了，对吧？但是并不是说房子越大你就越幸福，对吧？你再大房子再好的装修，如果没有家人的感情就温暖，充其量不过是一堆冰冷的建筑装修材料，并不能带给你幸福。曾经去深圳，在一个特别深圳可能最顶级的一个社区里面，去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他家400多平米，将近500平米吧，家里四口人，当然人家过得他当然还是很幸福的，就是夫妻俩，然后俩孩子都住校。我这朋友和老婆张家，家里基本上常常就一个人，我就逗他们，我说你没回家是不是就得喊呢？哎，有人吗？到我家里来做客的时候说，哎呀，杨老师你家好温馨啊！我心里想，我们家房子这么小，能不温馨吗？从小不温馨了。
人气比较旺。那你说这个东西，那你车就更谈不上，对吧？你不要讲了。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不仁者不可以久处，也不可长处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的根源不在于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幸福的根源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品质。你有足够的智慧，你有足够的品质啊，什么样的日子都能够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例子我都不用举了。我身边看过非常多这样的人，彼此对比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忙活半天忙活什么？近乡近也，习乡远也。第一句话解决人性普遍性问题，第二句话解决普遍人性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的问题。没有问题吧？这孔子只是说话啊，他不把话说。不把话说绝，就他轻易不说过头的话，所以一般都留着分寸。其实孔子想说的是，人的本质倾向是一致的，但是孔子说人的本质倾向都差不多。什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现实表现的巨大差异？这个习，其实就后天各种环境产生的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好了，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那这里面孔子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倾向都差不多。孔子就少说一句话，他就没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倾向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个麻烦。孔子教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孔子说话极少。孔子多一句都不讲。孔子可不像我们这种人废话这么多，对吧？所以我这些年这个教学生，我已经开始慢慢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则，轻易不能让他见到我，对吧？我没那么多时间跟着你教你怎么读书，尤其是我的博士生，你都上到我的博士了，怎么读书自己应该会了。你不会，我不会收你。剩下的关键时候来谈一谈，十分八分的，挺好。别说多，多一句都不说。但是我还做不到，我废话还是太多。就孔子教育教人呢，就是多一句不讲，是吧？这个《论语》里面你去看，很多是那个话就已经在。答案已经在嘴边了。孟夷子问相，子曰无为，您再多说俩字，对吧？这后面的话都省了，他就说无为，不说宾语。然后孟夷子以为懂了，其实孔子知道他没懂。孟夷子以为自己懂了，孔子知道他不懂，孔子知道他不懂也不跟他讲。然后呢，隔了几天，樊迟驾车，这孔子跟樊迟讲说，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哎，樊迟就比孟夷子要高一点，高在哪儿呢？他知道不懂，他知道自己不明白，他还高一点呢，是说他知道问。于是他说何谓也，于是孔子才把宾语说出来。孟夷子以为孔子说的不要违背，那个对象是父母。孔子说的不要违背，那个对象是什么？那个宾语是什么？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个礼字，孔子在第一轮对话的时候就没说出来，就不讲。这是，所以孔子为什么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人家孔子教育人才成才比例居然达到了2.4%？有同学会说2.4%怎么算出来的？弟子3000，达者72%啊，2.4%啊，是吧？我一个朋友因此误读，说100个人里面只有2.4个人值得教，所以此人在清华上课的时候，100多人、200人，他只对其中的那么几个人说话，其他人他当他不存在。这种呢就不够有教无类。《论语》里面有段话也很著名，这个孔子讲说：“饭疏食饮水，
屈躬而枕之，乐意在其中。他把这句话可一点都不唱高调，但疏食饮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食字讲的就是主食，而什么叫疏食，疏就是粗，这个饭疏食饮水就是粗的意思。有人说粗粮好啊，这粗粮是什么意思？这粗粮是米里面有沙粒，有石头粒，有沙子，有稻谷壳，当然不可能有碎玻璃，那是没有。这个有各种各样这样的东西。我小的时候，就家里在家里别的活动不干，就是就煮饭之前呢，我要帮我母亲把那个里面的老鼠粪呐、啊，这都捡出来，然后淘米要淘好几遍的。那个时候淘米水那是要用来洗头发啊什么之类的，头发是黑的。你现在淘米水一点用都没有，对，那都淘干净了。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你们可能都没见过什么叫真正的粗，就是这个疏食。孔子讲的就是说，这个即使吃最粗糙的食，是指主食，菜肉羹汤一样都带不了。你可以别把这个食一般的理解为我们吃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食都是指主食，吃粗糙的不能再粗糙的饭，渴了喝点水，困了连枕头都不用，弯着胳膊枕在头下。就在这么简单朴素的生活里，也有最高的幸福，也有最饱满的幸福。这是孔子讲的话。当然，后面有一句话很著名，就更著名了嘛，就应该每个人都应该牢牢印在心里，叫“不义而富且贵，与我无福与人”。这话可不是在唱高调，这话是智慧。所以我最近常常讲，如果你体会不到道德对你的感召，我希望你能体会到智慧对你的感召。简单的说，就是你可以不道德，但这话说的不对了。你不道德，我还能原谅你，我能勉强原谅你。你活得笨，是最大的不道德。就你人生道路，你这个选择笨的是没道理。所以我说，这个最近这些年，不是看到非常多的人，那么聪明的人，久而久之，时间一长，这个到了某一个情况出现以后，一枕黄粱熟，啊，人生回到了比起点还低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我们去思考，就真正的知道，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这话说的这个意思是多么的正确。到了我这个年纪，是你们将来某一天会体会得到，什么叫幸福？躺下就睡得着就幸福，不用任何药物的完整治疗就幸福。当然，除了忧国忧民，是不是好吗？对，就很幸福。还有什么是幸福？早晨起来面对镜子里那个人，觉得镜子里这个人长得还行，还挺顺眼，基本还算一个，还算个人，我手里这个麦克风是有的，有同学说这分明是无我，那你的境界已经超出了人的境界，这个我教不了。那这是有，那这个有呢，为什么它是有？因为它是有限的，它是有属性的，对不对？那它的属性是什么？大家想想它属性是什么？颜色、温度、质量、形状、硬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构成了它的属性。那我们看看属性，颜色为例，这个麦克风是黑色的，好，这是一个什么剧？肯定剧还是否定剧？肯定剧。这个麦克风是黑色的，这是有限的肯定啊，对吧？那好，但是我只要说出它是黑色的，是不是就等于同时说出了一个不是的结果？我说它是，同时意味着它就说出了一个无限多的不是的结果。我们等于说它不是红的，不是蓝的，不是绿的，不是白的，对不对？一个不是的结果。好了，也就是说，有限的肯定同时居然就是无限的肯定，没问题吗？所以再进一步的，我们可以说，有限的肯定来源于无限的否定，有问题吗？
这句话可以转一下，有限的肯定来源于无限的否定，没问题吧？好，那有限的肯定来源于无限的否定，那也就是说任何属性其实都是来源于无限的否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无限的否定是多还是一？这个问题在问什么？这个问题要问的是，作为颜色的来源的那个无限的否定，跟作为硬度的来源的那个无限的否定是一个还是两个？能不能说颜色来源于颜色的无限否定，硬度来源于硬度的无限否定，温度来源于温度的无限否定？能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因为大家想一想，你往前再推一步，你就会发现没有多真实。为什么？如果具体的颜色，比如这个黑色，来源于颜色的无限否定，那我问你，颜色的无限否定里面包不包含肯定性的内容？有没有肯定性的内容？有一个颜色这样一个肯定性内容，对不对？有没有肯定性的内容？这个肯定性的内容一定来源于一个更根本的无限的否定，这个没问题吧？所以你推两步就会发现，所有的具体属性都来源于那个统一的、唯一的、根本性的无限的否定。这个无限的否定者里面不能包含任何肯定性的内容，因为只要它包含肯定性的内容，它一定不是最根本的。说清楚了，所以这个无限的否定者，最根本的无限否定者被称为无。这个无像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雕刻万物的那把刻刀，那把统一的刻刀，只不过这个刀是无形的。你们想象一下，这个否定什么叫否定？什么叫否定？你们头脑中想象一块石头，想象出来了吧？我在这块石头上雕一个雕像，这个过程等于什么？等于我用这凿子一凿子一凿子去否定这块石头，通过否定来赋予这块石头一个形状，对不对？那无是什么？无就是雕刻万物的那把统一的凿子，听懂吗？所以我们日常语言当中常常有个词叫鬼斧神工，鬼斧神工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文明的伟大，我们这个文明的厚度，直接体现为语言的伟大和语言的厚度。下学而上达，不要上来就把最高明最高妙的道理给孩子，给了孩子结果是什么？这么高明这么高妙的道理他是把握不住的。这种抽象的道理，抽象而又高明的道理，非但不会给他的人生带来好处，反而给他的人生带来干扰。我说清楚了吗？就像今天很多人迷禅宗，你迷啥迷啊？你以为你迷着禅宗你就能顿悟啊，对吧？你要顿悟，那个悟就改错误的悟，对吧？这顿悟几百年，几百年，我多年都讲，几百年出不了一个的，这事儿就轮你脑袋上了。顿啥悟啊？顿悟？什么叫顿悟？神秘的、不可知的、完整的智慧的获得，这东西你就能有了？没有的。你说你念几个话头有啥用啊？一说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怎么在街上看你遇到车也躲呀？不诚实。一说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就这道理对你有啥用呢？对你进行了莫名其妙的干扰。所以现在今天很多人啊，这个讲些高妙的超然的道理，老劝人说你得放下呀。劝人放下的一般自己都放不下，对不对？那道理就说的不对，放下干嘛呀？因为孔子人家说道理很简单，该你拿的拿着，不用放下；不该你拿的，你就不能碰，谈不上放下。总之，不用放下。这是孔子、孟子讲的道理。
人讲的多么朴素自然，不用绕弯子，这个真理就在那儿了。你绕那个弯子干嘛？对不对？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不要用那种高明的道理干扰我们的生活。你在追求幸福的时候，品德和智慧是非常重要。那一个人什么样的日子都过不好，你看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什么样的日子都过不好。就这事情，有的时候真的跟这个物质上的富裕真的没有直接的关系。房子再大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说，设定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要挣到多少钱我才能幸福，是吧？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可能有些有志的年轻人立志30岁退休，然后从30岁以后就混吃等死。这个其实这个是有可能做到的了，以你们的资质有可能做到了，对吧？这个我们沿这个方向去说，我挣到多少钱我才能幸福，这个到一定年龄你就会发现，你如果以此为目标的话，你人生会以戏剧化的方式实现。就可能你真正的挣到那么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幸福离你更远。这个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前几年在网上比较红的叫李小文院士啊，可惜蛮年轻就去世了，60多岁就去世了，就是那个号称扫地僧的那个啊，这个一副武林高手的样子啊，不显山不露水，然后这样一个人。他有一个访谈，因为他当年得过李嘉诚的一个奖，那个奖有200多万，那时候是应该是2004、2005的时候，那他就把这个钱捐了，搞了一个奖学金给他去上。家里人当然是有意见，虽然我们知道院士待遇是蛮高的，但是收入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这200多万，特别是在10年前，还是挺大的一个数据。然后他就跟人家讲，他说跟家里人讲说，哎呀，咱们要那么多干嘛呢？对吧？你幸福是什么？他说我一天一瓶二锅头就很幸福。这句话就击打中了。我说对，你就是这样的呀，对吧？你主要是你别拿假酒对付我就行，对。你别这个弄半天之后，你这个弄的酒精勾兑的，对吧？那就挺好。然后他有一个对钱的一个讲法，哎，我觉得真有见识。他用数学语言来描述钱，他说钱是什么呢？那个访谈我看了之后特别触动我，给我很大启发。他说钱是非线性的，而且离散的。我觉得特别有智慧。这个离散的你们自己去查一查。非线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理解，我觉得我希望我没理解错，就是钱在大部分时候是跟幸福不成正比。在大部分时候，这个咱们得说话得精确。咱们也别矫情啊，这个也别装啊。我年轻的时候，刚毕业留校的时候，这个全部收入加在一块儿，一个月5万块，是吧？那个时候收入每增加一些的话，还是带来持续的幸福感的。这个是这个真的别矫情，就是对家人的生活，多多少少会觉得还有一点体面吧，对吧？那时候太太是我的收入的8到10倍啊。对吧？你这个，那你当然会觉得这个，当然没关系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自信的嘛，对不对？对吧？就是我们也不靠这个，对吧？我们不靠被子边啊，靠另外，是吧？去掉被子边那个财啊，这个靠的是这个啊，对吧？这种自信，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努力跟人类有关啊，我们在从事一个非常崇高的这个事业啊。孔子在论证价值的时候，在谈明应该或者不应该这个问题的时候，整个孔子的论证方式是回溯到人性跟天道。简单说，在孔子那儿，符合人性且符合天道的就是对的，就是应该的，违背人性而且违背天道的就是错的，就是不应该的。这里面当然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天人一致，天人一贯。当然你们有的时候会说这天人合一，其实我讲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对宋明理学足够熟悉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其实宋明理学特别是两宋道学是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孔子的哲学。
哦，这个地方就稍微敏感的，就有基础的同学是会知道的。所以回到这地方，当然不多讲了哈。那么符合人性且符合天道的，啊，这就是对的。这当然包含了天人一致的思想。如果天人不一致，那也就意味着符合人性的未必是符合天道的，符合天道的未必是符合人性的，甚至有的哲学认为符合人性符合人的倾向就是违背天道的，对吧？极端一点的这个讲法甚至可以讲到这种程度。实际上到这样的观念，那个价值是无法统一的，因为你那个根一下子就是两个根。所以在孔子这个地方，这个天人一贯的这个思想讲得非常明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孔子是没给论证的。这样的思想的完整的证明是在哪儿呢？是在孟子，孟子尽心篇的第一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那一段是包含着一个伟大的论证。啊，我顺便插一句，不要说中国哲学不证明，不要说中国哲学不论证，不论证那就不叫哲学，只不过论证方式不同而已，当然要有论证。所以回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进一步往下看人性，我们在这有一个，我在这给人性一个定义，这个当然是我通过对理解孟子人性论，对理解对孔子的人性的理解，他对人性这个概念的理解里面啊，我这个概括出来的，特别是从孟子那儿概括出来的。人性就是人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倾向，这种倾向始终作用在你身上，你愿意不愿意它都作用在你身上啊，人这就是人性，人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倾向，这是我对人性的理解。那好，我们在日常语言当中包不包含对这种本质倾向的某种洞察？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语言之伟大，你真善于聆听，你真善于思考，你都不用读经典，你都能不断的在长。但是你千万千万别漠视大地。我们老以为念了点书之后，老以为自己比普通老百姓高明。经过新冠，我认为知识阶层，整个知识阶层都应该认真做出反省，啊，我觉得这个去看一看吧。如何确立在哲学的这个基础之上，确立实有的宇宙，就成为哲学家努力的关键所在。所以首先重点在于破虚和无，破虚无，破空。所以北宋哲学家张瓒，他整个的哲学第一个指向，他告诉你虚和无是不存在的，没有无，只有可见不可见，就是幽和明，聚和散，清和浊，只有这个，没有无。无是个形容词，你不能把这个形容词当成名词用。所以在张瓒的思想里，我们可以用近代这个语言哲学的这个讲法，就是佛老的虚无主义世界观，根本问题在于语言的误用，根本没有这个无，是因为你把形容词错误的当成了名词，然后才有了这个名词化的无，然后你把无当成真正存在的。张瓒说，亘古亘今宇宙都是充实的，都是实有的，都是活跃和能动的，都是音韵不息的，没有一个空虚的阶段，也没有一个空虚的位置。这是张瓒的哲学。所以张瓒的哲学是用气本论来破这个佛老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
但是这个脉络有一个麻烦，这个麻烦在哪儿呢？这个麻烦就在于气是无论如何它是构成宇宙的万物的质料层面的东西，它无论如何是构成宇宙的这个材料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样一个材料性的东西，它又跟人的经验是直接相关联的，就人的经验落实在落入到经验世界里的其实都是气这个层面的东西，但是经验世界里的东西不具根本的确定性。那这样一个确定的道理从哪来？所以张载的哲学特别好的地方在于实有的宇宙观，能动的宇宙观，对吧？天地万物鼓动不息。所以你读张载正蒙上来，太和所谓道，中含浮尘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音韵相当，胜负屈伸之始。所以那一段你上来一读，极尽动之意，这是它好的地方。但是你过分的强调这个能动的时候，你就缺一个麻烦。确定性在什么地方？普遍性在什么地方？气是普遍的吗？我们都知道气一旦落实为气，气一定有阴有阳，那阴和阳之间就是隔断的呀。你即使是阴阳之间互为条件相互转换，但阴阳之间明显是有分别的呀。那阴阳之间既然是有分别的，那你以阴阳之间的这个分别作为一切万物的这个统一的根基的话，那这个一元你是建立不起来的呀，那个普遍性你也建立不起来的呀。所以两宋道学普遍重感应，二程张载都讲天地万物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是强调感的普遍性，强调感的普遍性，感的真实性，其实就在破除佛教的那个空。佛教告诉你所有关联都是假的，儒家告诉你所有感都是真的，这个破除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你注意，一旦落实到感，它一定不是普遍的。虽然感本身可以是普遍的，但它缺少那种普遍的确定性。所以再进一步的，于是在二程那儿，那个根本的宇宙最真实的最确定的普遍的那个存在者，那个存有是什么？一定得是理而不是气。哲学是什么？我有一个定义啊，这个定义是我自己的定义啊，这个可以不同意啊，但是不接受质疑。这个我对哲学的定义是关于世界人生根本问题的理性的成体系的思考。这个定义呢有三个要素。第一，关于世界人生根本问题啊，你说是根本一根本原因、最终因、第一因都可以，根本问题。第二，理性的，什么是理性的？理性的就是追问理由和根据的思考方式，就是理性的。啊，第三个方面我要强调的是成体系的，不成体系，只能叫思想或思想片段。所以我的这个定义，那么哲学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哲学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这几年也在讲，我老觉得一个人呢，如果一辈子能不被哲学打扰，这个人还挺幸福的，啊，他就在自己最饱满的直接性当中度过了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丝的犹豫，没有一丝的怀疑，啊，就像一个铁匠。挥汗如雨，啊，把炉火烧得通红，沉浸在这个对铁的锻造当中，挺好。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哲学处境，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时刻，哲学
所必须的一个东西叫闲暇，而这个闲暇居然有了今天这样的普遍性啊！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当你穷极无聊之时，某一刻世界人生已整体降落在你头上，呈现在你面前，变成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疑问。这一刻你的哲学时刻就开始了，而且哲学这病只要染上，终生不能痊愈。那怀疑啊，你只要染上，终生你都摆脱不掉。你只要开始问人生意义的问题，人生意义问题就是你一生解答不了的问题，最后你要靠你，靠你自己努力的活，去活出自己的意义来。我这几年一直在倡导反对对话的主体，强调抵抗的主体。当然抵抗说明我们还不够，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我们弱弱在哪儿？弱就弱在过去100多年来对自我的持续的瓦解和解构，对自我价值观的持续的瓦解和解构。这个是这种瓦解自身的这种冲动，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它的强度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当然，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一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原创性的文明在面对一个强势的这样一个冲击，面对这样一个数千年未有的巨变情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通过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更新。我们跟那些没有主体性的文明是不一样的，对吧？常常讲一个比喻，有时候你这个，你人家有的文明可以向别的文明投怀送抱的。我们国家体量这么大，投怀送抱一类的能接得住吗？太胖接不住了，所以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我没办法。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主体性的文明，可能我们要强迫自我，但这种否定的这种情绪要延续多久？还要延续多久？这种瓦解的这种倾向还要延续多久？在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去恢复我们自己的自信？我们今天很多问题，我们的自信已经，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自信，我们对整个中国的不自信，对整个国家发展状况的不自信，已经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你就试想，一个不自信的人和一个自信的人差别多大？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第一个地方强调抵抗的不自信。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强调，我们刚才强调了半天价值，我现在在很多地方都听人讲价值，那到底什么叫价值？什么叫价值？说了半天价值，说了半天普世价值，到底在讲什么，是吧？那么价值什么意思？我觉得价值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一种根源性的衡量尺度，一种根源性的衡量尺度。以这种根源性的衡量尺度可以来衡量一切，可以衡量善恶，可以衡量是非，可以衡量权力以及意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讲价值的这个核心讲价值核心。那所谓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判断标准失掉了。那么最高的判断标准失掉了的结果带来了什么？第一，道德的相对主义。那这个其实尼采讲的这个虚无主义，其实首先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道德的相对主义。因为最高尺度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最高的衡量尺度，最根源性的衡量尺度，那么导致了你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你不知道怎么做是错的。对和错之间无比模糊。我们本来中国人有天生的辩证性格，对吧？现在普遍都丢失了，好的就好的不行，糟糕就糟糕的不行。本来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对不对？是吧？看个雾霾，你光看到了雾霾不好的一面，你也得看到雾霾好的一面。雾霾好的一面在于什么呢？雾霾好的一面起码挑战我们的勇气，对吧？你们看，面对雾霾的时候，你绝对看得出一个人的人品。让我有个好朋友，从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我给他统计了一下，短短2个月时间，在朋友圈发关于雾霾的一惊一乍的类似的什么吐槽什么之类的，短短2个月的时间，他发了27条。我这段时间一直没见到他，见到他之后，我很想跟他聊一聊，很想对他表示一下藐视。
对吧？而你一个抽烟的人，对不对？你怎么这么不淡定呢？对吧？像我们抽烟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视死如归的感觉。这算什么呢？那有点雾霾算什么呢？我们天天抽烟的，对吧？你一天一包烟的人，你说你还雾霾？你有本事把烟戒了，你说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我这玩笑了，这个不是主要的。其实你光看雾霾，你要真雾霾没有了，如果不是有风的情况下，比方连续几天高原蓝，然后没风的情况下，像我直接就焦虑，中国实体经济是难道真的不行了吗？对不对？你这个能源结构好像出了问题啊，对吧？你总得考虑一些问题。所有的民族都看到了变化，变化是显见的。这个世界只有一样东西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变化是永远不变的。但是不同的文明看待变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佛教看到了变化，看到的是无常；儒家看到这个变化，看到的是生生。什么叫生生？日新之创造。天地是永不停息的日新的创造。好了，这样一个永不停息的日新的创造落到人身上就是哪个字？就是这个字。人就是生理，人就是生机，连起来这句话就是易传当中说的很著名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叫做健？健有的人说是动，动那叫震，这卦象都没弄明白。健的意思是持久不变，而天之持久不变是什么？天之持久不变就是生生不已，天道生生不已，所以我们人自强不息，就这个道理。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甚至不同的书得有不同的年龄段来读。你像老庄可以晚读，尤其老子，庄子可以早，可以稍微早一点，对吧？因为庄子呢虽然老道，但他不阴暗。老子呢你就晚点读，你没必要年纪轻轻搞得这个目光阴沉，还不是目光深邃啊，对吧？你不同的书不同的年龄要读。你比如举个例子，你要读西方哲学的大部头的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接触的时候，尽量要在自己理解力和体力都够的时候。我当年劝我一个朋友，那朋友老是读二流三流的学者的作品，他老想从二流三流的学者作品当中养出一流的见识。这个当然这个志向我也很欣赏啊。那因为这显然这个朋友自视甚高嘛，对吧？像我这种呢，因为自视不高的，对吧？所以我只能觉得我只有从一流的伟大哲学家那儿才能养出二流的见识，对吧？所以我们的方向不太一样。那时候比我大4岁，我30出头的时候，我在那读西方大部头的，像这海德格尔这样的经典，像精神现象学这样的经典，硬着头皮啃。那时候我就劝他跟我一块儿同去啊，他不干。我就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他说他觉得他40岁在读，我说你到40岁的时候你体力就不够了。我当时吓唬他，因为那时候我也没到40嘛。但后来我发现，我到这个年纪发现40岁的时候体力是真不够。你就是你做特别深入致密的思考的时候，一会儿就有点累了啊。我这血压还没问题呢，80、110呢。你像有的人血压已经90，已经100、140了。对，今天跟周末跟某个，我的好朋友一路，他血压已经超过140了。我说你怎么搞的？跟我一块走路吧，是吧？然后，当然我们就说这样，那你就这个。还有呢，不同的书，有的书要快着读，有的书要慢着读，对吧？你比如说《论语》要慢着读，所以朱子说《论语》必须冷看，《孟子》要快读，叫《孟子》须着熟读。所以你就去看这个，读书要有不同的节奏啊，这点呢是我们也要注意的。这是当然是我们说阅读四书的这个方法啊。